好，欢迎来到完蛋的我不要狗头啦。哎，不错，欢迎来到完蛋的手残党克星备忘录。说说克星还是手残吗？哎呀，已经随了不知道多少把狗头了，各种 repeat 怎么破呀？哎，队友为什么？你看这个 LA 是什么意思？对面哦，对面三个大哥往地上一坐，其中还有一个我非常怕的古宫。这个啊，不过话说真是，路人和比赛这个真是炼金这个点真是难以怎么说呢？哎，难以统一吧。比赛你看看，现在一天到晚 B 张 BKB 的，炼金可能比原来还更生猛一些。路人依然是各种隐身啊，哎，各种引刀。什么叫隐身？啊，出一大堆引刀，然后可能哎呀，看比赛看多了，还先出个点金再引刀，不好的不学，坏的学，是这感觉吧？现在那种整体节奏啊，点金是给酱油们搞经济复苏用的，不，你这个炼金你，哎呀，算了，不解释，不念叨了，不念叨了。哦，我最怕的那个走掉了呀，很好很好。暂停，那好，帮你暂停一下。刚开场，想一想，闲扯淡时间，也没有什么闲扯淡的呀。本来前两天心整体精神头感觉不错，多做一点啊，说多更双更，有素材就多更。然后被人打，就被天天被人吊起来打的，每天晚上大概一个小时，你算那么连排队带前前后后一个小时一场吧，一晚上下班回来吃完晚饭也就打那么个五场顶天了，三场到五场之间吧。然后晚上三个红字啊，我那战绩表里写了一排了都已经。每天晚上被吊起来打，那这个就少更啊。再少再少，实在没有了，比如被连着吊起来打四天，那就跳票。对，整体大概都是这么意思啊。你们每人眼中啊，同学你想干什么？就你们每人眼中的一个正常啊，这个解说打得怎么怎么样啊，赢了多少多少。像我这种菜鸡级别的，多半都是大概好不容易输了十把，好不容易赢一把，就给你们做，赶紧放出来啊，狗一样的给你们放出来。其他的后面输十把，自己默默的看着流泪。怎么这个人同学好像要报复社会一样的发言？这种总觉得有点好虚啊。你单，我更虚了。哎，对吧？这样说话比较靠谱。对，直接喊劣单的要看阵容啊，嘴里喊着报复社会的，然后这种通常都哦，那我肯定可以跟你啊，你总不可能让我去打野吧？这种开局要喊着怎么着报复社会的队友，总觉得好像不是特别靠谱。节操哦。新版本也就那几个能上，你要选古空。嗨，随便了。呵呵，哦，来这个，这个不是多么的靠谱啊！你要玩蜘蛛，玩呀，对面 AOE 很足啊，不是特别怕你的。买一个小鸡。你不用说，我正准备摆，你们这一大堆 repeat 的。哦。蜘蛛果然是走上了，我就同他一起去吧。他看起来是 repeat 的，带了个圆盾出门，我可以在我线上做个圣殿，问题是不大的。30秒后战斗开始。啊。好的。总之，蜘蛛厉害是厉害，但是你不能拿他当，不叫厉害。他麻烦。但是你非要处理的话，对面有蓝猫的话，其实是不难处理你的。当然，前提是蓝猫有装备啊，这个一切都对吧？两说，蓝猫裸一个草鞋，一根大魔棒抓蜘蛛，蜘蛛的轰你一脸蜘蛛网，响彻全场。
这样，总之他非要针对你，不过也有好处，就是蜘蛛这种打单核或者打主核，哎，运气真好，跟你 A 人，那肯定啊，你看我吃到什么了，我不 A 人，难道我 A 小兵吗？哎，话说 A 小兵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哎，你铺个网去前线骚扰敌人，我来 A 小兵 ，NA 这边发生了什么？没有感觉。蜘蛛啊，蜘蛛反正打主力是自然不行的啊。本能性的见人劣势路见人怂了一下，本来可以靠，甚至来说交个风步可以 A 好几下的。对面没有低等级对我有威胁的能力。对，天生怂，本能怂，这是两种怂的概念。哦，对面的分路，哎，蓝猫是打野的，中单是发条，炼金下单。不给你把裤子都打掉了，真的是下单。小黑再怎么不厉害，来，嗨，你还来绕后？你是绕后是吧？这个就刚还没说完，只要这个蜘蛛按他的说法，二三对点非常复古的一种玩法。怎么说呢？只要他这样打。也好吧，就其实多数人是没有，就是说大多数正常水准的玩家应该就是没有这个能力来操控好他的多线小蜘蛛的。小蜘蛛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然后这位同学是说是可以这么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啊，认识到自己的劣势，反正玩不好多线，又很容易对面 AOE 又多。两个大哥都是有 AE， 三个可以说三个大哥 AOE 都很足，就既然操作不好，很容易给对面送钱啊，双人垫刀，俩人一块帮大姐垫了一下刀，哎呀，既然操作玩不好小蜘蛛，干脆就不加。不过也就是，你要说早年间蜘蛛中单，就当时中单 solo 大赛蜘蛛是一把好手的时候，那一阵蜘蛛的力量成长还比较高，也就是说他本体的单兵作战能力还是不错的，所以有一二对点和二三对点两种玩法。那不过现在，哎，你买谁挠你一顿，算了，兵线他们压过来了。现在上路就是变成了下路两个人揍炼金，炼金肯定是不会特别开心的。上路蜘蛛等于是完全没有，就蜘蛛在保我发育，可以这么说，二三对点嘛，就弄个穷鬼盾，然后再往里跟人家对 A 是非常有优势的。但是现在这种不厉害的概念就是你的力量成长比较低了，单兵作战能力，你要说早期这叫二三对点是吧，念着念着好像就快念出下半句，哎，躲一下，哎哎，躲得不错。那个早期二三对点呢叫什么噬咬流或者叫孽咬流，无所谓了，这个读音字的读音不要在意。然后但是那是早期你身体素质不错，然后单兵战斗力比较强，不太需要你那一大堆儿子来打输出或者打别的那种概念，不需要那个 W 来打输出。现在你就这身板，你就还对吧，你还肯猛啃流啊，二三对点相位风脸，你还啃咬流啊，这一箭拉太久了，全世界都吓跑了，我才射出去。男人坚持的久一点有什么错？我在走。继续拉回来蜘蛛的话题，二三对点早年，你现在身体素质变差了以后，这已经不能称之为流派了，主要是单兵战斗力，你就算点高了，依靠他那个 miss 和往里的回复跟人家对拼，还是打不过别人。于是这个流派就变成了断子绝孙流啊！刚说完，他船长往中路一躺，发条打近战确实是有一些优势的，第二件又空了，漂亮啊！传统斜眼，右边牛少 C 了一下，扛着对啃，这样对线对啃是挺有压力的。但是就是这一点上有跟火枪的散弹，就早年最早改火枪散弹带减速了以后开始有这种感觉，全世界都一边感叹，哎呀这个技能太恶心了，哎呀你好强啊，然后一边喊着恶心，一边把人家踹躺在地上，这种感觉，恶心归恶心，但是好像不是根本性质的厉害，看他怎么做吧，哎，至少这种二三对点可以保证对面不会肯定不会特别肥。
因为这样他只要操控一个本体不送小儿子的话，特别难抓，肯定是不会不容易死的。当然坏处就是自己也不会特别肥。就接下来那他所有的经济来源都，哎，这里好像闪过了一个真视，这什么意思？真视的效果，对我们是肯定不带真眼，吃多了。对面带真眼了，肯定也没有带真眼。带了的话，蜘蛛就现在就不是这血量。哎，这是什么意思？啊，算了，总会有热心观众解答的。有个屁呀、啊！一个视频几百人看。那个这个发条，哎，换路了。第一个晚上，发条走动的很勤快嘛。三路概念就是我是优势，蜘蛛没经济，然后下路肯定愈合，下路肯定是小优势，然后炼金肯定比较穷，但是中单倒霉就倒霉在中单了。发条已经连续走了好几波，然后我们的中单满脸都写着一个惨字儿。哎哎哎哎，来看能不能捆树上，那是不可能的。走慢，描述一下。反正的人家很容易躲，那就不需要跟人家强行射。我没有来了。发条可能到了，撤吧。刚才发条在下面，应该不至于这么快到，但是这个导弹炸的有点虚。我看小兵的仇恨，那至少发条不在1500范围之内，还是1000，不记得了。就反正按那种说法，就是在 TP 船长上来了，这样。配合不下，配合不到呀。就刚才说的，比如发条站得比较近，比如就在右边的树林里放导弹的时候，炸到了小兵，小兵会过去，会获得发条的仇恨，会过去找他的。如果小兵没有过去的话，那至少说，哎，钩子和圈分开来用的，那你杀不掉小黑啊。第二，他一路跑的话，肯定死不了。然后发条基本上死定了。哎，一切都如剧本所演示的。啊，中单打得非常肥，然后送了下路我们大哥一波，经济和经验都非常高，果然点金了。这个时间点点金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嗯，你说什么？我也说了一个兵，没听见。好像说是要我让他一个兵是吧？嘿，这个，没听见啊，没听见，我听不清。一个这种局面来说，对面肯定是中单，我们这个马上就要会被中单暴打，这个是肯定和右偏了。又射完了。我在路上。看起来，躲开点，躲开点。上路还好，上路对面肯定是没钱。现在就是怕发条，哎，交大了呀。哎，交大了，你还回？你是想回头吗？蹲一下。哎，你为什么会认为蜘蛛会走？秒射，不要抢人头！我一会儿差一点抢掉。哎，不要让，不要让我！刚刚你说要，好像你说要一个小兵啊！再见，放手，放手！我不是土豪，哎呀，我不是土豪，我也不想跟你做朋友啊！放手啊！咣！哎呀，开了个大就别把自己不当人嘛，身体素质差呀。两个，然后还是打野的蓝猫，然后和到处乱逛有的牛少。哎，船长别走，这个牛头，哎，船长可能被打到有点发毛，确实。中单节奏不好嘛，先既然有发条节奏好，那就准备裸一个推推。风行毕竟圈在里面，这个风布毫无用处，对吧？好的。下路大哥正常发育。就看怎么，接下来就是虽然发条杀 DR 的时候送塔送了一波，接下来还是短期内看怎么压发条和蓝猫的节奏。对面有团战不好说，只能说对面应该比我们还不走。虽然我不在这边一路聊天一路演戏，装得好像身后没人一样，但是说实话，船长一路跑上来，船长又是相位血，一路跑上来直接插水也能中，不缺我这一个束缚机盯一下。你要不上来，估计这两个也就是蜘蛛趴在树林里开视野，船长咣叽咣叽从脸上走过去，然后插水三连，一样的结果是一样。下路炼金再挨揍，打不死吧。蓝猫来了，稍微有一些卡，怎么回事？炼金，炼金的经济还好，
对面目前来讲，后期是肯定是比我们厉害。我们的小黑真的在这三个，就算蓝猫发育不良，因为是打野嘛，就算蓝猫发育不良，那两个人打小黑跟打儿子一样，这没什么话说的。往中间逛悠逛悠，压掉一个塔，我们这边相对偏推进，也没偏到哪儿去，也就是好像推塔厉害那么一点点。哎，发生了什么？又是我，好吧。哎，走了走了走了，走走，别闹别闹，走了走了走了。我在看下路怎么揍炼金呢？看炼金打了一点风，哟死了，太窄了。船长节奏基本上是崩得很厉害的，不用管他。然后短期内我被动参与就行了，这个我被动被干就可以了，主动干人暂时不要想。等一下 TP 的钱，然后考虑去哪里。中间当着人家脸 TP 不是特别有用，而且顺带一提 NA 里藏那个树林里一姐是看得见的，大白天的一层树林想什么呢？哎，什么啊，被幻象骗了。这个算了，斜眼斜眼对吧，瞄人缝这对吧。点小黑点了个金，那你上我蹲下杀不掉炼金啊，不可能，炼金的回血我们两个虚虚不太够。上路继续是 BR 打通关，但是这样的蜘蛛，你二三对点的蜘蛛打通关好慢呀，经济发育好慢啊，对人家的塔没有威胁怎么办呢？不过对他们上线的人倒是蛮有威胁的。复点法球早期点到，哎呦 NA 是魂戒，刚才好像小黑说过了，好像对面的炼金魂剑好像雾等级还好像小，这个雾的等级蛮高，好像赶不上了。哦，你还留了一把钩子，那死定了，真惨。第二个人生如戏，小黑哦，大哥也 TP 了，看能不能赶上射一剑，难度很高。蓝猫既然有富裕的蓝，摸个奖吧，果然没有。蓝猫既然有富裕的蓝，还能多放几个娃娃来开视野呢，说明哦，这边也贴了骨灰。能放几个娃娃开视野，说明蓝鹰富裕，不至于滚不走。我只能当着兵的面去射箭，肯定是射不着的。GA 还在，可能在拉远古。哎，哦，难怪射那么高级的物是吗？有理，这个发条导弹也够高级的，炸脸上一炸一个坑。那，一姐也不太敢上前，说明你身后没人。哎。大姐总感觉作风很耿直。你刚才还摸一下吧，射打得死的话我就不开这个风布。刚刚发条从下面炸上来的导弹有点怕他勾，现在推还差一点，还差200来块钱，不太想死掉。只要有推了以后，然后这个发条可以说是彻底，可以说不太容易杀掉人了。我在走，射的这个箭我就回老家买推推，那还差一个，还差一个，算了，撤吧，撤吧，血量不多，哎，喂，你打得死炼金吗？完了，你死了，确实是在拉远古。怎么办呢？我来大头阵，下路先压到他们的外塔，也许把视野压进去，他们打 G A 打远古的那个危险性会增大，可能就不太敢打了。这现在是两条大龙哦，剩下三个都是大怪，炼金肯定是加了很高级的物，然后也有一些摇瓶子，因为是劣势路不可能不加摇瓶子，那就至少说明他还好，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应该是不太好的，他没有点贪婪。哎，嗨，你在追，哎，这个发条是不是总感觉你对，哎，没捆到树上，不过不要紧，发条好像对他的优势没有想得太明白，或者说殴打船长殴打的比较来劲。选手是不同的，不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当船长。蜘蛛出了一个回二，图的是什么？不明白，管他呢。
蜘蛛这种的，哎，他呀，哎呀，杀不掉的呀。这个连你还往前走了一步躲船，那更杀不掉了，撞上了都杀不掉。我在走，那边一蹲行，我们再也不怕发条了。蜘蛛由他打通管会死吗？呵呵呵，修得好。蓝猫，那就是现在目前蜘蛛人头应杀的人和死的应该是差不多的。我们这边好像演变成了这个状态。等一下，我想一想。一边拉箭，一边射一箭，一边想。大姐已经不是特别怕我耗了，而且我还有点怕他们发条 biu 的一声勾过来。哎，我觉得船长你的血量就看勾谁了，咱俩站开一点行不行？拳击两个去，又变成了啊，你妈妈和你女朋友同时掉河里，我看救谁？我大概救我自己，你自己看着办。那算了，那我就蹲着他吧。只有一把推推棒，不能两个人都被勾进去，对吧？只要能在我们想推进的之前做出梅肯来就行了。这个梅肯的速度不要求特别快，因为我经济也未必特别好。哎，还正好。嗨，忧伤吗？哎呀，我这箭射空了，我也有点忧伤。刚刚想到的一个概念，现在好像变成了就是看起来我们推塔推得厉害一点，视野一会儿可以把视野压进去，但是我们不敢入侵他们野区，因为开团我们有劣势，可以这么说，应该是有劣势的。只要大姐来开一个石化，对吧？前方闪瞎狗眼，高能反应，这个很麻烦，很麻烦，只能说很麻烦。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蜘蛛在炼金，在利用远古眼。哦，这个时间点，哦，我的天，16分钟的引刀，那他的经济一点也不差，这个炼丹丹的很值。好的。怎么说呢？下路 DR 无限发育，下路 DR 战线，然后刷。上路那个蜘蛛也是刷，但是蜘蛛可以牵扯一些人的注意力。黑弓现在对面有引刀 ，GA 有引刀，他不被 GA 单杀就不错了。不过也这一点跟 PA 一样 ，PA 就靠近他 ，PA 有雷达闪避的那个雷达。然后但是 GA 要是想要试图用引刀单杀小黑的话，小黑也是有雷达的，靠太近了他的敏捷会掉，这个不要紧。就是说看见敏捷掉了的话，玩命往后跑就没事。现在这个引刀的副作用就 CD 太长，也不太可能成天一天到晚没事干尝试性引刀单杀。只要小黑一路往后跑了，炼金就差不多有办法处理，怎么着吧。但是后果就是我们压不了他们刷钱空间，然后同时他对面刷钱比我们厉害，也就是说双方对刷，哦，双方对刷下去会输。但是我们要主动打，我们的就是带节奏的那个人节奏不太好。小强打的是个稍微偏辅助的辅助位，偏辅助一点。船长，我们的中单法师被别人打的脸都肿了。这个，哎，听见钩子的声音，还是导弹？导弹。就是我们不敢主动打，我们也不敢开团，确实开不了。然后同时压着刷压不住，玩命双方对刷刷不赢，感觉就活得了吗？哎，听见导弹声音，哎，死了。然后一钩子勾上去，这下应该是没有圈的，刚才看见了第一个圈，然后我可能可以看机会吧。哎，再跑一个位，哎，不要，对，这给我捆，被这个牛少的魂踩死了。有加速服的发条，哎，你捆我是不虚的，我好像推的方向有点错误，撤，小强撤，戳空了，完了，每年戳空的小强能绕地球2圈，喂，会死吗？捆一下，定一下，他下一发导弹应该就快到了，哦，天上还有一个坠尾，一魂，还好是对我来的，走另外一条道，哎，这种黑血回家就换一条道，如果我还是被炸死了，那说明这个发条手潮。那以后我直接回家就可以了。说话虽如此，多看一下小地图吧。有不明飞行物飞过来的时候，赶紧走。我来大头阵。这一下，
梅肯比想象的要快一些，但是局面比想哦，这个点金时间长短不要紧的，大姐开头被我们俩现场打得很惨，小黑的经济也还凑合，就还不错，然后蜘蛛的经济凑合，对面 NA 在哦，对 ，NA 刚才 NA 把他们家那个远古也封了，哎，多跟 NA 打一打配合，他比较重要。那种概念接受的很正确，或者说比我强得多。点金啊，本来刷到后面就刷，不过对面还出了一大坨点金，嗯，两个点金了吧？随风前行。然后怎么办呢？蓝猫也不是说经济特别差的人。现在，刚说完蓝猫经济不太差，然后他经济更好了。好的。蜘蛛不停在聊骚上路，顺带 A 哦，下路等于是哦，蓝猫是强傻的坏命，中路顶住这个兵线，我不是特别想太早掉这个塔，就怕对面给基础装吧，就说发条推兵线你是推不过我的。NA 看着意思不知道是要推还是要大跟，这个局面可能大跟不太好，得往稍微后期的基础装做一下考虑吧。一姐好像开石化了，啊，好像挂掉了。哎，难道没开大吗？我在走。现在来说，下路上路继续，这边是要出碎骨的，回二好像完全就是为了做战线装。下路看看，寻求一下机会，尝试性打一下拉扯团战吧。正面团战一波流，念完技能我们这边就死绝了。我来打头阵。TC 随随便便三连，只要美杜莎能开大。随风前行。那当然，一姐现在泡在泉里啊。这个演的时间还有一分钟。那正好，反正我做完梅肯有些闲钱。现在鞋子移动速度都削了以后，感觉风行就不是特别着急升级鞋子了。草鞋50移动速度可以了。那帮队友买足眼，刚才我觉得小强的装备可能重要一些，就是别让小强买太多眼了。第二组风源菇也封得不错，看能不能赶上，能推一下船长也行，船长插得到吗？行，插得到，不用推了，就给一箭射到了，不管他，总觉得好像歪了。捡到一个漏，只能说捡到一个漏。炼金，哎，炼金想出分身解沉默吗？因为他常年跟小黑对打嘛。如同离弦之箭，请继续封野，请继续封野就行。差点磕着船长，上坡遇到鬼，推他一下，推他，我还有梅肯呢，推不到吗？捆到了。捆哪儿去了？给小黑加上梅肯，不过我觉得好像来不及了。然后我还是走一下吧。赤魔棒开服还有一把风布，走。蓝猫，你是不是？这么点血还打秒射？你这么点血你还追？想什么呢？为你感到难过。你们的优势也算是体现在这儿吧。演的不错，我觉得蓝猫演的不错。需要支援。赶紧跟队友道一下歉，梅肯没开出来，本来想推一下船长的，感觉推一下让他更安全，那个地方太窄了，谁知道发条在哪，然后后果就是好像推的施法距离比我想象的要近一些，反正回了好几次头，回了两次头啊，没推着，应该是点下去了没推着。对，你倒是你说没事是干什么？船长心都黑了，船长的心在流泪啊。就是，怎么夜路碰到鬼？蜘蛛的碎骨锤第一下就打晕了，要不然他可能能开出大来，就未必会死的。谁帮忙插一下眼啊？我小强，我说你呢，小强，我不敢去的，他们家远古也太危险了。有了吗？就补上了呀，那我这个眼白买了。算了，一会儿再说，眼总不会白买的，哪怕是为了 CD 储备一下也行啊。
现在又变成了黑弓单独发育，然后上路蜘蛛打通关牵扯。哎，别上别上别上，别这样杀，他们人都在。我来大头阵。嗯，秒一姐，一姐有一点硬度的。哦，一姐忘开盾了，那秒了赶紧走吧，快走快走快走。哎哎哎恰，哎好，放手放手，我为党国挨过枪对吧，我为师长卖过命，就和这什么东西死得了吗？哎，反正是我的错了，能钉树上就行，钉在树上了。不过哎，我被什么东西弄死了，骨灰有这么烫吗？好几十血一跳，对吧，引领了一波团灭。本来他们俩对吧，单抓死美杜莎，别玩了别玩了，人家有绿的。本来他们俩单抓死是死不了的吧，这树上来来回回跑，蜘蛛往树上就掉。本来他们俩确实强杀，正好开摸着一个，就偷到一个没开盾的一姐，刚好秒掉。本来秒掉了确实他们俩可以走的，然后我走错路了，引领一波团灭。嗯，就是这个问题。不过黑弓下路已经快过关了。哎呦，小伙子，少年魂斗罗玩的不错，也有 BKB 了，不是那么容易死。就是等于变成了拿人头来替他们拉扯嘛，其实是这个人头，这只是给自己找的借口啊，我根本就完全没必要送这个人头的。有点闲钱呢，准备做一下紫苑吧，刻一下蓝猫，正好也回回蓝。然后闲钱，其实绿鞋吧，嘿，正好一毛钱都没剩。我出什么鞋其实都是完全都无所谓的，我不是很需要绿鞋的回血，但是正好能凑出一个来。喂，走啦走啦，你还啃人家一下，走啦。哎呀，又被拉上去了，哎，这没救了吧，撒了粉。哎，蓝猫抓蜘蛛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只要有一点有一个大件撒包粉就可以抓，当然带宝石抓就更妥了，就说这个意思。巨爷好像对这个蜘蛛非常感觉啊，首选蜘蛛确实感觉非常烦是吗？我们家小黑对你在下路拉远古也感觉非常烦啊，这个就别杀了，等他没大了再说吧。这个 TC 还是这句话，得把战线拉扯长一点。有，我们现在不敢，外塔是拔光了，我们不敢上高地，高地必然是团战，我们唯一的团战英雄是船长，就是被打得一脸包的船长。嗯，上路三个人，该怂怂一下吧。我们这个阵容不好打，哎，有机会。你要插水，你要只交插水，我们就后续就不上。他这一套当我没说，那他推走，然后后面有人在包，哎，捆在树上，秒完了能不能撤掉？反手勾他没有圈，不要紧。然后这一个锤子晕到两个人，哎呦，石化了，回头回头，高能量反应，哎，放手啊！哎呀，别说土豪了，我早就被你打成平民了。不过又是这似曾相识的情况，两个大哥打通关，三个人卖命换对面的辅助，不是要三打五不好打，是我们必须打，但是尽量少死啊，尽量少死。就我们上下路两个大哥都是死脆死脆的，纯刷，我们一起跟大哥刷钱，这两个带线的大哥分分钟就被打死在街上。就我们必须拿脸去刷一点存在感，同时刷存在感这个事情也是蜘蛛在干的事情，蜘蛛就是一边打钱一边刷存在感，真正闷声发大财的是小黑。只要我们这边刷存在感刷得薄弱了一些，然后小黑那边马上就会被干掉，分分钟的事情。双刀还好，出的装备不是特别厉害，我还以为他是 被小黑的沉默自爆打毛了，然后想出个分身来解沉默。这事儿好像在谁的视频里也见到过，忘记了，是拉达吗？忘记了。那接下来就是由于三人组的活跃表现啊，对面人头小幅度领先。往死里送啊。哎 ，BKB， 我觉得你是不是在小黑不要来着急中推嘛，不厉害的。看机会，看机会。哎，一波团战在特别窄的地方，咣叽咣叽打团战，我们船是好放，对面 TC 三连更好放，会死得很难看的。
看一下，感觉双方清线这个摸个奖，晚上也是，不，这种摸奖指望摸到蓝猫脸上有点难，有点难。上路蜘蛛继续单线，离我们有一些远，漏了一个人，蜘蛛可能我们这边把塔赶紧秒了，人肯定在往我们这边靠拢，最后一个外塔已被摧毁，高地就不要点了，真的一点这个机会都没有。上路路的发条应该马上就会到，走到那个位置了，上去就下来吧，不指望摸塔血了，下来吧。小黑少年走啦，这还有一个，那直接死，白一个，可以推他一下看能不能救。那这边没肯开一下，好像还是救不了。有戏，被小强的皮弹哦，小强开皮在站在雾里弹了一下，小黑被瞬间干倒。你这个高能反应，高能反应，回头回头。小黑那个盾站起来，小强挂点了，然后黑弓应该好像也挂点了。这个算，这个没救没救。结果就是交了一个盾，顺带还是躺了两个人头。对面应该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满火，没有注意。这个推确实好像比想象的要近啊。刚才那个又火，刚才那个漂亮的回头，又是没有推到。或者说我这个人的英雄的转身速度我没有熟悉，我总觉得推推的射程应该比较远啊，不去管他。还有这样的幸福。上路这样，这样的局面，下路没有人在的。小黑带了那么一次，确实，现在对面应该也会稍微照顾一下小黑了。我方下塔需要支援。秋冬上火，嗓子好像有一些难受。这个蜘蛛也 BKB， 然后这个视野黑乎乎的感觉不太好。我方下塔需要支援。不过他们去的反正是个隐身，在里头爬来爬去找。我上去那就挂了，都来了那就撤呗，又打不赢，也不要被踩到。感觉三个人挑起的小规模团战，我们都好很可能会输。对面有两个人来的特别快，发条和蓝猫来的特别快。清一下兵，但接下来就是。更小范围的团战就只能是 NA 和船长搭配，或者我跟个谁 TC 又是非常好像还有非常大的一包人。小强是出的大根的，那小强肯定死了。对，现在的那个隐身还是属于一波流，有去无回。蜘蛛是肯定死不了，又是两个。哎，船长别这样，你都这个节奏了，别尝试单杀一姐，没有 NA 在你打。走啦，快！哎呦，好像救不到了，肯定有人来，能不能摔一下这个？对，定到了大姐，这没救了，没肯也不顶事儿。走，小黑别来了，走。船长又想不开了，撤吧。还是这样，对，你看又是。也就这对吧，也就仗着我去的晚，我要早到了又是三人组嗝屁换掉对面一个，就那个老牛臭酱油。接下来这个还好，整体来说我发育的还是不错的啊，发育的很大嘛，打团从来就没有觉得打赢过，除非船长神装打团可能能赢。这边炼金又炸到自己了，不过继续保持下去，哎，只要不穷死就行。但是对面其实拿发条很早就那啥了，发条也是出了个点金，所以有点金总不会穷死。在那个时间点，只要20分钟之前吧，早年间还是什么大哥低于8分钟就干脆别出点金了。现在辅助酱油30分钟出个点金，哎，还行。点还可以，有点金总不会穷死。一把粉交出来，我来大头阵。看怎么包了。哎，这一下战线拉扯的够长，好像有戏。我被娃娃看到了，不要紧，我有加速。莫名其妙的挂掉了一个蓝猫，然后拴住了这个谁，点了紫苑给他，然后赶紧激活一轮看怎么样。然后这小强是已经就推他一下，推完了，脸朝向不对，能秒射，这可以没问题。然后这个钉在树上来，先把一姐点死。我这个没肯，这我对啊，我刚才为什么不给小强加没肯呢？啊，不要在意细节。
这个也挂掉，然后这一步还不错啊，突然反应过来，自从学会了秒射以后，好像风行的作风和战绩都男人了很多。哎，等一下，明明是说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突然眼泪流出来了？这是为什么？结果只要战，也就是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第一个打通关的小黑也算是找到了他的发挥立场。来，赶紧两路，赶紧两路，别贪，别贪，我能扛。只要战线拉得够长就可以。然后好，总之好，你们的人头都是非常假的假象啊！不要拿这个当优势，塔才是优势。哎，当然我们也不叫优势，只能讲看机会，这种机会都是缘分。敌方中路兵营已被两路就行了，第三路应该没什么特别大的机会。撤！地上捡了一个宝石，这也不用管太多。哎，可算风行能赢一把了。引大技术差，玩的多也基本没赢过。网吧五连坐，不是风行五连选，基本没赢过这种感觉。我在走。这种。蜘蛛这样还居然能给他玩出一片天来了，真不容易，确实还是，我总觉得好像他杀的和他死的都差不多。好的，团战也应该没有特征，蜘蛛参与的打架都是非常小心，走一个侧面看有没有机会定一下。有小兵吗？没有，时间点不对，定的不对，等在30秒的时候可以尝试这样摸一次奖。牛的魂过来了，撤一下。船长还是 A 和 A， 蓝猫怎么挂掉的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单杀呢？哦，从后面绕上去了。哎，让你不出 BKB， 哎，早说了，对吧 ？B 张 BKB 多好。哎呀，我被冻住了，把高能反应不要。这头开着风不减一下速，应该就没有什么然后了。紫月好像被林肯掉了，不过不要紧，那不要在意细节。我算给他们打了一次通关。哎，就你这样一想，那是不是刚开始我的判断是错的？其实团战未必打不过。哇，蜘蛛还是杀的比死的还是多很多。船长已超鬼，超鬼勿念。难道刚开始？当然，这里面还是加进了。其实我们的小黑大哥已经装备碾压了。就是，难道早期我判断团战应该打不过是错的？只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来欺人，不确定，不确定，这个判断也无法证实。蜘蛛同学，你的屁股好红啊！可算，虽然这幸福感好像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可算找到一点幸福感。你大技术差的风行，哎，应该也没什么别的了，平平淡淡啊，掉线掉了那么多天，可算录出来了。我发现，大概能放吧。你应该后期不会没录到吧？好吧，就这样，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再见。